可你大婶，哎，林大夫说合作医疗没钱，可我又不愿意给队里增加负担。大叔，文化大革命前，咱小山沟缺医少药，有了病，真像俗话说的"救护车一响，大肥猪白养"啊。如今。 毛主席号召办起合作医疗，就是要靠集体的力量，战胜疾病，给咱贫下中农带来的困难。大婶，我去接，住院的药费，合作医疗应该给你报。海英。 苗春来，你咋开的车？亏你还是妇女队长呢。谁叫你等到了啊？<笑>林大夫，和铁牛顶架，你可要顶输的啊！<笑>这小子。哎，林大夫，你找谁呀？啊，找宋主任。是不是为江大婶报医药费的事儿啊？ 海英还要找你呢，哎，我知道你们对这事有意见，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说一千道一万，你要是把咱合作医疗办走了样，那可不行。宋主任。 主任啊，什么事儿？说吧。我早看透了，又是要钱。这合作医疗叫你弄得里里外外有意见。你看，我就知道，一见到你啊，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呢。你就是打我六扁担，我还是得请你来把舵。 行了，要干的说。那好，咱们打个前床说亮话。这医疗站，你是认赔还是认黄？什么？黄？这合作医疗不是你以前搞单干的时候啊，说黄摊就黄摊，这是党叫办的。哎，可眼下是寅年吃了卯年的粮啊，我不能光给人开空头支票。 那好吧，等老支书回来和县委陈图同志商量一下再定。那眼下呢？你先清点结账。哎，林师傅，是来接县委副书记陈图同志住院的吧？对，一会儿就走。 喂，你们卫生局要果断吗？啊？合作医疗办不下去的，可以停办或者缓办。
对对对对。什么？哎，同志，我早就说过，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不能办共产主义的事吗？好吧，我马上就回去。最近身体不大舒服。不一定到省去住院喽。林大夫，陈副书记。陈副书记，您看，我们的合作医疗，我清楚，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好好。哦，宋主任，林大夫，你们谈啊。老陈呐，听说你要住院去。怎么，到江头又把猪赶回来了？是海英给追回来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看是不是合作医疗给报啊。合作医疗给报啊？这可有个政策杠杠啊。合肥捕兽，这是一平二调，共产方。那当然喽，他卖了猪是困难点儿，可目前还是要承认差别的。那是不是队里队里出钱吗？那更不容许喽，不能挖基础的墙角吗？啥是基础啊？生产嘛。你是主任，你的职务就是抓粮豆。你打出粮豆来就对革命有了贡献。在三级干部会上，你不是说要大抓新生事物吗？你呀，就是不学习。此一时彼一时嘛。新生事物也要有个验证过程嘛。我住院这段你可要抓紧点啊。告诉你，我抓的点儿要一敲叮当响。给我抹黑可饶不了你。林大夫，麦蜂蜜和熊胆的存根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查查吧。好。大爷，我拿回去查查可以吗？可以。林大夫。钱大哥。坐吧。我还惦记着开点药。开药？就这啊？蓝海营还在查我开药送人情呢。你看还有啥？
吃大补的吧？这叫肾上腺素，哦，升血压的救急药，你用不上这个。哎，能知道刮风下雨，谁知道得啥病呢？你这个人呐，就是开口三分力呀。好好，拿走，拿走，请进。林大夫，林大夫，我胃疼得厉害，给我开点药吧。药？没钱哪来的药？就一个老姜婆子的账还报不了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好好好，你看有啥你拿啥好了。哼。哎，林大夫，这是干什么？清点，结账。清点结账？哦，陈图同志说了，现在办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办不下去的可以停办。停办？合作医疗是毛主席调办的，谁也卡不了。爹说他拿过熊胆和蜂蜜，我和淑华到蜂场去一趟。铁川，你把大婶送回家。好。哎，别动！呵，我寻思是谁呢？大爷，爹。薛大寨这么忙，你们俩？有公事。哦，公事，我以为给我送二两烧酒挡挡寒呢。给。嗯，看看，还是小英子。您这是？哦，快开春了，我那手脚不老实的邻居又有点蹲不住仓了，这不趁风叫放气的空想来借两箱疯子吃。哼，嘴馋也不打听打听，我正炮手的东西是那么好吃的吗？啊！走，快进屋暖和暖和啊！哎、熊瞎子还真会偷呢。可不是。他呀，瞅准了空子，钻进风轿，啪的一巴掌，嘿嘿，把风箱打翻个个，带刺儿的舌头一伸，吧嗒吧嗒几口，连疯子带蜜给你舔个溜净。偷完了还会作假，把风箱再给你周正了，不注意，你还真看不出光剩个空壳呢。空壳，大爷，听淑华说，林大全把合作医疗站的账目都给结了。哦，看样子，想收摊儿，还说收支平衡。收支平衡？前天人家靠山大队还反映他卖高价药呢，这账问他咋下的？哦。这是他打着医疗站的旗号，从这儿拿走的熊胆、蜂蜜留下的条子。你问问他下账了没有？
这些我在县医药商店找到了下落。哦，咱这合作医疗牌子是集体的，可里头早像熊瞎子偷蜂蜜一样，让人家给掏得光剩空壳了。哼，这种人看咱长一拳他就眼红。最近有股子邪风，说办合作医疗是一瓶二吊刮共产风。看来这是一场斗争啊。这场斗争还挺尖锐的。古勺上山干什么？走，问问他去。古勺，哟，上哪去了？土篮子坏了，去个。以后不许你乱出乱动。是。林大夫，你这是干什么？大江大叔，不是我不给你报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报不报销是小事，这合作医疗咋个办法可是个大事。林大学，江大婶的病你推出去不管，找你报药费你就借口封门，谁批准的？对，谁批准的？这合作医疗是按照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办起来的，党支部支持他，咱贫下中农喜欢他呀。可是你一不问支部，二不问咱贫下中农，你你这是哪的话？没有陈图同志的决定，我林大全敢封门吗？谁决定了也不行，也得问问咱党支部，问问咱贫下中农。对，得问问党支部，贫下中农。你说吧。不要吵了。那陈图同志的话还不算数吗？住手！海英回来了。海英。黄就黄呗，省着大个给矬子背去。谁说不是呢？就是黄了也好，这粥少和尚多，也怪不得大夫啊。哎，对嘛，这封门结账是经陈图同志同意的。谁支持你封门也不行，也得经过党组织同意。这我也是为大伙好嘛。说得好听，你拿公家的药送人情，还到处说肉烂在锅里，有汤大家喝。你想干什么？他想把合作医疗搅黄了摊，再挂上老独一处的牌子。他跟咱贫下中农就不是一条心。那心眼啊，根本就没放在咱们合作医疗上。话不能这么说啊，办合作医疗，我林大全从来没有含糊过。至于黄不黄摊，这跟我林大全毫无关系。你先别把话说死了。落了潮才能看出是沙底，还是烂泥塘的。这是有事在嘛，说不客气的话，有医疗站我是看病的大夫，没有医疗站我是治病的医生。我凭着一技之长，凭一技之长治贫下中农嘛。告诉你，只要有合作医疗，你那是妄想。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这么多草
草药，都慢。赶紧走。这些草药，海英姐连我们采了一夏天呢。多不容易。林大夫，这是为什么？这，看看，那老虎还有个打盹的时候。背着党支部逼江大叔破产卖猪呢，你说？你说。还有，看，这就是他在县药店偷卖熊胆蜂蜜时留下的存根，还到靠山大队卖高价药，欺骗贫下中农。林大夫，这也是老虎打盹吗？对，你说，说一下。哎，宋主任来了。宋主任。好啊，想不到我林大全在环水救死扶伤20多年，闹了这么个下场。哎，他是干什么去？你这，他为什么防着跑？嗨呀！我早看透了，这合作医疗是一家十五口，七口当家，八口主事，不好办。爸爸，算了算了，明个队里啊，再拿个1800的。不，办合作医疗是卫生革命，不是拿钱就能解决的。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什么？拉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了？哎，你们另请高明吧。站住！交账。林大夫，哦，你看看，淮水的天塌不下来，能长起印把子手，还拿不起这卫生箱吗？626指示像明灯一样照亮了咱山村人的心坎，办起了合作医疗，这条路咱淮水人走定了，这块阵地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占领。不是常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可海英统工跟军宣队才学了半年的医疗技术，你就叫他当赤脚医生管合作医疗，你就不怕他卷刃？不卷刃的钢刀是淬火淬出来的，抓合作医疗正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程土同志捎信来了，叫咱注意团结。林大夫，眼下生产都抓不过来，可你倒好，叫海英去抓合作医疗。常有啊，合作医疗可是个新生事物啊，你左一把右一把的光抓生产，最后非抓满手刺不可。
海英来了。啊，宋大嫂叫我送饭来了。我说海英啊，这看病得靠大夫，往后啊你就别往里掺和了啊。再说你总得承认人家林大夫肚子里有几滴的墨水子吗？人家拿这几滴子墨水向咱们卖高价，勒咱们的脖子，咱们也认可吗？这常有同志，治病是要有医疗技术，可必须是为人民服务啊。你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咱们宋江大婶上医院的事儿吧？山沟来一趟不容易啊，看开点什么药。大夫，这种地方病把那山沟人给害苦了，你给想想办法吧。回去爱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啊，大夫，你不是气愤地问过吗？挂着人民的牌子，为什么不给人民治病呢？文化大革命使咱们明白了，旧的卫生路线是为那些城市老民服务的呀。文化大革命中办起了合作医疗，咱小山沟人也有了看病的权利。可是有人要封门，要砍掉他，咱们能答应吗？这是县委批修整风会议文件，你先看一看。清队刚完，阶级斗争可还存在呀、啊。
我自个儿贴吧。淑华，走。快坐来。淑华，我还有点事儿呢。是不是警察太尉？太尉正常，你自己多注意点啊。嗯，不要紧的。不送你了啊。哎，你是咋想的？老天头扔膏药，更增加了我斗争的信心。对，合作医疗是新生事物，在发展巩固中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困难？我还不知道啥叫困难呢。哎，你说林大全退战了，他现在在想什么？想啥也没用，咱有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你哥哥这个六二六战士又要来，哼，林大全就更没辙了。淑华，我们办合作医疗是卫生革命啊。你还记得样板戏里有这么一段唱吗？胜利中需保持头脑清醒，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哎呀，你可真会帮助人呐。嗯，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哎呀，你怎么不去找蓝海英啊？他现在不是当了赤脚医生吗？找他？嗨，我可是要看病啊。海英这姑娘啊，哪样我都服，就是办合作医疗给人看病这个事儿可有点玄乎。哼，玄乎？玄乎的事儿还在后头呢。他们把我赶出了医疗站，可以啊，有本事把我脑子里的技术给我抠出去。哼，起了门呐，还有这奉上的一天。听说海英不光用草药治地方病，还要改水打井预防地方病。什么？别听这瞎闹。打井？哼，也就说说呗。还是你给我弄点药吧。这样伤筋动骨一百天呢。这你到城里买两瓶壶酒。海英，海英啊，我买那两瓶虎骨酒，你还是给报了吧。大叔，淑华不是给您送药去了吗？哎呀，伤筋动骨一百天呐，你们的草根树皮熬那个膏药。大叔，
咱这合作医疗就是靠着土方土药才能越办越好啊。海英说的对，是你倒是给报不给报吧。大叔，你这脚是咋扭的呀？给队里砍个园子扭的呗。没听说后山的松鸡八成又死不少啊。我入战可是拿钱了，出了灯油钱，叫我推塔郎。爹，你快走吧，这不合理。嗨，我报个五七六块就不合理了？老姜婆子住院那叫一二百块呀、啊、你们为啥上赶着给报？都是社员，还有保有后啥的。爹，你这是这叫什么合作医疗啊？没那个金刚钻啊，就别揽这瓷器活。哎，这老头今儿个吃枪药了。海英姐，海英姐，江大婶的病又犯了，走看看去。吐了不少血，一直昏迷不醒。别急，我再看看。你看看，这看病得靠大夫。我已经派钱大叔。还有啊，人家林大夫不来呀、啊，我找他去。哎，常有同志。淑华，大婶急需要输血，现在验血型也来不及呀。我是 O 型的，输我的，海英。你看谁的笑话啊？党教育我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看你现在。再说海英刚刚接管医疗站，我要是去了那不是给她难堪吗？嗨，海英没那么多说道，救人要紧。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是因为路线不对才被赶下台的。海英不是路线觉悟高吗？那就让他干吧。你好，我把丑话先说在前头，江大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海英，你快歇一会儿，我去给你盛碗糖水。海英姐，铁成哥从工厂来电话了。他说工厂药店没有那种药，他要上线，那病就耽误了。叫铁成别到县里去了。哎，那淑华，用我们试验的土方子。好。
可主要槟榔花都叫林大全给糟蹋光了。我到玉娘峰去采，上玉娘峰，你疯了？不行，我去。你在家好好照看大婶。海英。胆子放大，大叔信得过你们。海英刚给大婶说完谢。海英呢？上玉娘峰采槟榔花去了。哎，你们好糊涂啊！这个季节能上玉娘峰吗？哎，铁绳子，跟我走。哎。朝金融走了，上。Thank you.
林大夫来了。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不过，心急呀，通知一下来，我一刻也待不住了。贫下中农可都盼着你来呢。海英啊，啊，欢水医疗站的条件怎么样啊？越来越好。手术设备呢？我们正在建图手术室。不管怎么样，我的计划不能落空。海英，那是谁呀？我哥哥。哦，我知道了，咱们的六二六战士来了。蓝大夫这一来，咱们合作医疗那就更是同帮铁底了。你这民兵连长可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啊，啊。对吧，海英？对，大爷您提醒得好啊。来，尝尝咱们雁鸣湖的鱼啊。谁？我龚世敖。这黑更半夜的你在干什么？送药方。你当大夫管治病，我可给你治命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别以为没事了，又披上阶级斗争惜别论了。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地平线下的也不保险呐。顾少，你不要危言耸听。姓林的，你以为我们家老大被他们打死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雪里埋尸，你无中生有，污蔑好人。好人？我是不得不给你摊牌了。是啊，从前都知道你是个大夫，可现在我才明白，你就是当年密告解放军战地包扎所的特务。你
军医刘英华就死在这场战斗里了，为此你还得了一笔奖金。他们可一直在找你，你把证据拿出来，拿出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认得他吗？收据是你领过特务奖金的收据，这上面的名字总不是别人代签的吧？兄弟，我哥哥那部中央军垮台之前在山上埋过的东西，今年春天我借口打哨条总算找到了。你万万没想到我会弄到这张王牌吧。君子不揭人之短，好了，不提这些，还是解解你的燃眉之急吧。你退出合作医疗，这已铸成大错，晒台就更蠢。你要不是刚从海外归来，应该懂得晒台晒得了人家。美国封锁大陆20年，赫鲁晓夫撤走了专家，又怎么样？还有南海英，就是那个刘军医的女儿，你可不能等闲视之。年龄不大，可软硬不吃，他可是你的第一个对手。眼中钉没有除，又来了个肉中刺。南海涛这一来，合作医疗如虎添翼，弄不好你就成了熬过的药渣子了。我是无能为力了，你毕竟还没有露马脚，希望全都靠你了。万一你要再弄到我这步田地，还不至于吧。我们要先掌握一圈，再求进取。不过光靠你我不行，我们要抓住乡里副书记陈图，叫他助我们一臂之力。你有什么打算吗？你看蓝大夫开会了。哎，大伙儿想想，林大全为什么申请回战？常友啊，你先放个头炮。放就放，大不了再当个对立面。这不，林大全退着赃款，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浪子回头，我说宋主任你可真会用词儿。哎，程度同志说呀，落实政策对林大全要是他自己摔的耙子，根本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呀。咋样，我这炮弹还没等出膛呢就卡壳了。海英啊，谈谈你的看法吧。那还用问？两个字儿，反对。那当然了，他甭想再回来胡搅。再说咱合作医疗也不需要这号人。
不能抓住人家错误一辈子不撒手，检讨了，退赔了，总得给人出路嘛。哦，那依你，咱这合作医疗就该喇姑、草虾啥都要。海英，你倒是个啥态度？我看，可以叫他二反脚进来。啊？你同意？对。哈哈哈哈，想不到今儿个咱俩都合拍了。拍是一个拍，调可不是一个调吧。小李，快点修啊。快了。咦，陈都同志。哦，海英。病好了吗？老病了，今天好明天犯，我也不在乎了。还是应该彻底的治一治啊。追几遍肥了？哦，两遍，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哦，这是化验的井水。啊，我想起来了，林大夫说过你们正在打井，预防为主嘛。你真是个撞开顶风船的丫头啊，好多合作医疗都下马了，你硬是顶风上。这与县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我知道，可还得提醒你，县委表扬了不等于你们都对啊，要看成是一种鼓励嘛。我们有这样一种想法，不但自己制造高端丸散，还要做到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免费医疗，打成了井还可以预防地方病。你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呀。 啊同志，头脑不能发热。陈图同志，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的因素，就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吗？听说林大全至今还被关在门外，这不好吧？决定他回战了。哎，这就对了，林大全总还是为贫下中农看病嘛。这回我腾出手来帮你们抓住合作医疗，怎么样？欢迎我帮忙吗？你要是帮倒忙啊，我们还要反对呢。蓝大夫，林大夫。在忙着啊？没什么。好，你忙你忙。好啊，海英同志真有办法，这才像个医疗站的样子吗？真受教育呀、啊！抽烟？我不会。蓝大夫，我刚刚回到站里来，你可要多帮助我哟。哎，不要客气嘛。不不不，我不是客气。你是有名的外科大夫，我应该很好地向你学习。可是，咱们这的手术条件……是啊，手术条件确实是太差。不过，咱们可以改变嘛。你看，我做了一个计划。哦。蓝大夫。哎。帮帮忙。这种手术床怎么能做手术呢？陈都同志，林大夫，我的信收到了。收到了。好，蓝大夫情绪怎么样啊？说嘛。一个外科大夫没有手术室能干什么？哦，这是蓝大夫写的筹建手术室的计划。
好吗？哎，常有，前头同志，出院了。哎，不走了吧？哎，怎么样？下厨没拉松套吧？上有，就是人手紧点。这儿握着人干什么？打井改水呗，是支部决定的。合作医疗要办，就得纳到轨道上来。你是说这打井？停，马上停，人都调到第一线去。可他们是抽空。抽空？干革命还有什么抽空不抽空啊？县委肯定你们，你们更应该做出个样子来嘛。给你们派了个外科大夫，要发挥人家的作用啊，得建个手术室啊。建手术室？嗯。天哪，好说，也得6000-7000块。就是，那咱决定去了。你呀，目光就是这么短浅。这不是挖墙脚，建。等手术室一建成，这十里八村的人可都要来看病啊。等赚了钱，还愁没有拖拉机？哼，这叫以医养农啊。能支援农业，我就干。好了，就这么定吧。啊，钱上有困难，我从。好啊，要不是陈图同志支持，想建大手术室。这回我的理想可以实现了。等手术室一建成，瞧好了，连大队的生产资金也得靠我们合作医疗。这叫一举两得，既发展了合作医疗。淑华，听见没有？咱这合作医疗可要大变样了。听到了。往哪儿变？淑华，你先看看这个。哎，你，哼，想建个手术室，不容易啊。啊，嫌钱花多了。林大夫，咱们再压缩一下。再压缩也得5000块。500？再猜。5000？你造谣吧。造谣？这5000还得按人头均摊呢。啥？看看看看看，又没集体性了。我想贪点儿，人家还不收呢。好好好，锯齿完了给你送来。还真有效。是啊，好多了。病情是好多了，不过要根治还得通过手术。我的一位老师对这种地方病研究了大半生，才找到一种手术途径。哎，对了，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呢。党支部决定把你购买医疗器械的钱给退了。什么？哥哥，真没想到你这样自以为是。陈图同志不叫打井，你偏打。他主张建个像样的手术室，你却把买医疗设备的钱给退了。这建手术室难道不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有条件手术室建好一点我不反对，可是有人要把合作医疗办成摇钱树，你想过没有？林大全他不要往他身上扯嘛。就算我水平低，陈图同志还不如你。海涛啊，不是大婶向着海英，他说的那个理儿
你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海英，我问你，入合作医疗自愿是吧？是啊。那退呢？也自愿呢。我退，打井建手术室花10万也和我不沾边。大叔，海英，我爹推荐了。你先回去了解一下，我随后就去，好吧？我早看透了，这台戏是越唱越热闹。常友同志，这是一场斗争。斗争？和谁斗？又是林大全。我说海英啊，你要知道，反对你的正是你哥哥和县委领导，还有你。对，那我们总不是敌人吧？这正说明阶级斗争的复杂。你还是听听陈彤同志的意见，人家毕竟是领导。哎，常友同志，林大全回战以后又鼓动我哥哥建阳手术室，抵制打井改水，鼓动钱在旺退出合作医疗站，这些又为什么得到陈图的支持？问得好啊。最近龚世敖和林大全来往的更多了，对林大全的历史问题要进行深入调查，海涛的工作也得马上做。对。扛到底，这是先烈对后来人的嘱托呀。那是24年前的事了，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我受了重伤，当时什么条件也没有，青石板当了手术床，自制的手术器械成了这次手术的唯一工具。不知什么人走入了风声，山里的秘密包扎所突然被土匪包围了。机枪上，给我抓活的。
一定要把红旗扛到底呀！啊！革命传统可不能丢啊，要学习你妈妈在战争年代里的革命精神，把古松上这行大字刻在心上吧。红旗在心上不倒，脚步才能不歪呀。楚兰，你可要注意身体啊。不要紧的，兰大夫，我在井边打个下手还不行吗？你快临产了，不行。哦，你还当我是泥捏的？江大叔，江大叔，你怎么不说话呀？江大叔，江大叔，怎么回事？江西恩大叔提灯下井了，刚到井底灯就灭了，叫他半天他也不说话。看来井下出事了。是不是毒气啊？我下去看看。不，我下去。兰大夫，你，我是医生。我在这儿。常友同志，有事儿吗？都怨我，眼瞧着你闯这么大的祸，万一江大叔他们有个三长两短，你叫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大叔，你好点吧，喝碗水吧。啊，今儿个谁再说啥也不行。大叔，喝点水。蓝大夫，你不能去。淑华，铁绳子把常友给我撵走。好，我走。你给我回来。别说你大叔还没出啥事儿，为了咱合作医疗，就是出了事儿也没啥了不得的。你看看咱海英，好好看看。你大叔和蓝大夫是谁救上来的？是海英。是谁为咱们环水皮下中农不得地方病，没日没夜的打井改水？还是海英。可你还向咱海英跳老虎绳，你这样做谁高兴谁心疼啊？这不能怪海英啊，打这深水井哪能一点事儿不出呢？那庄稼还不能年年收呢？什么？谷子瞎了，窝会荞麦，这人死了能再活吗？可也是啊，万一出了人命，那宋主任能不急吗？这关系到合作医疗的声誉嘛。这么说打井只好停下来了。停不停在你呀，县委领导的指示是明确的。看来你也反对打井了，你以前所说的支持拥护都是假的了。哎，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嘛。哼，你这种善变的性格，我倒要好好领教领教。哎，海英，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请县委领导说说。我，老陈呐，错都错在我身上。你用不着大包大揽，我只找蓝海英说话。哼，还像造反时那股劲儿。不叫你打井，你偏打，到底摔跟头了吧？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总是要摔跟头的。哼，你这张嘴是越来越厉害了。好了，你自己摔倒了再自己爬起来嘛。你还是好好想想我提的那个建手术室的意见吧。啊，不，合作医疗只能是贫下中农的合作医疗，绝不能办成摇钱树。什么？差点出了人命还不认错？我早就说过，你们这样办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共产主义的事，是超越历史阶段。合作医疗是新生事物，讥笑怀疑打击新生事物的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至于你所说的超越历史阶段，只不过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掩盖你走回头路罢了。什么？走回头路？哼，还是看看你自己的脚印吧。老陈呐、啊，真没想到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海英一步俩脚窝，是我们看着走过来的，歪在哪儿？你不要为他辩解，听听别人的反应嘛。哎，你说说。他要说的话，你不是都替他说了吗？你这是对谁说话呢？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你造反的时候啊。你对文化大革命这样记恨，不怪你又走老路，原来你的思想根子在这儿，难道不是吗？林大夫，我儿媳妇昏迷不醒了，快给看看去吧。血压这么低，大出血。林大夫，这春兰是难产，没有急救药。呀，林大夫，这都用不上。钱大哥，这药都经我手开的吗？海英现在抓点心还抓不到呢，都把它毁掉。这林大夫怎么样？春兰是难产，告诉蓝大夫准备手术。手术？什么药？止疼的杜冷丁。
着你来的人为生涯。只要你在4:30以前动手术，就叫苗春兰死在你们的手里。给我填死，错了我们俩不填。田，程斗同志，我现在还是县委副书记。田，不能填。程勇，常有同志，5年前我刚下乡的时候，是你亮出满手的老茧告诉我，凭这双手，斗地主，掌大印，干社会主义。可今天，你却用这双手，要堵死社会主义的路。你想想吧，多少年来，地方病折磨着咱淮水人。在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下，咱贫下中农有病，被城市老爷医院推出大门。他们问过医生吗？没有。如今，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我们要打井改水，预防地方病，他们却要填死这口井。为了让他们这一代再也不得地方病，打深水井，这是咱淮水人做梦都想的呀。你下去听听，都听得见泉水在石板底下哗哗的响吗？你这样干，对得起咱淮水的贫下中农吗？好啊，你简直是目无党的领导。我建议你们党支部对蓝海英的问题要严肃处理。这怎么？你没有错，陈都同志，你这样错。为什么处理蓝海英？对，为什么处理蓝海英？蓝海英，哼，简直不像话。蓝大夫，他打的什么针？他说是止疼杜冷丁。难产，血压正常。血压正常。不管怎么样，我们先采取措施。嗯。海英，已经准备好了。好，跟我来。海英，春兰怎么样？需要马上手术。哦。不，病人血压反常，还需要仔细检查一下。这要沉着，大胆。手术器械都准备好了，开始吧。海英，快点吧。还要再研究一下。什么？还研究？常有啊，这可不是急的事儿啊。海英，你跟海涛再商量商量。嗯。海英同志，要当机立断的。海英。血压还是正常。
我检查结果，病人大量失血，血压为什么正常呢？是啊，林大全今天这么着急手术，这里面有问题。根据失血情况，术前必须输血。已经准备好了。小红，哎，马上输血。嗯。林大夫，这可得快呀。是啊，我也很着急啊，眼下时间就是生命啊。林大夫，病人明明是大量流血，你的诊断记录上怎么写着微量失血呢？这当时是微量失血吗？那为什么现在血压还是正常？蓝海英同志，我希望把你我之间的分歧留在救人之后再去争论。林大夫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啊？现在大队干部都在这儿，我不能不说话了。现在是抢救阶级姐妹的时候，不是夸夸其谈。可是蓝海英同志在这危急关头始终不忘私人抱负，这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绝不搞私人抱负。对不起，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能在这儿给你们背黑锅。站住！霍德叔，我也是个大队干部，也该听听我的吧。我建议马上手术。好，那就决定由海英同志负责指挥。正在输血，准备手术。啊，血压下降，可能是人为升压。上来了，海英啊，林大夫说，这是升血压的救急药，你看，用得上。多亏海英啊！就是，你倒去熬点红糖水啊！哎，孙子孙女，嗨，你个死脑子精！现在孙子孙女都一样了嘛！哎，走，快走吧，走吧！林大全，就是向巩韶的哥哥巩大巴掌密告我战地包扎所的特务。
是杀害海英妈妈刘英华同志的凶手。同志们，我错了，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期望，也对不住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我满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敌人挖出来了，走资派斗倒了，可以一个心眼的去抓生产，可我却陷进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啊。常有啊，要记住这个教训，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呢。是啊，毛主席已经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因为所有制的革命并没有把地主资产阶级头脑里的反动思想和复辟野心革掉，他们总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放在党内走资派的身上。海英，你给我打了个清醒针呢。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在教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海英，海英啊，大叔，我说老前头，抱孙女把你乐傻了，啥事儿啊？说呀。今儿个，你们这些主心骨都在这儿，我前在望从今往后得有集体性，等秋后卖了猪就还，把账还上。就是砍脑袋，我也要重新入合作医疗。大叔，支部研究了，决定春兰的手术不收费。啊，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重新入站。哎，海爷，我大叔。今后您可要分清路线是非呀。哎，喂，喂，你啊，老赵同志。县委领导。你是海英同志吗？对，是我。你们干得好啊。谢谢县委领导的鼓励。陈图的材料我们收到了。什么？陈图的材料收到了？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好，咱们研究下一步。事到如今了，你把这收据还给我吧。烧了。你想一辈子把我攥在你手心里，我告诉你，咱们是一条绳拴两蚂蚱。我大不了再斗一盘，可我没想害死苗春兰，嫁祸蓝海英。我怕个啥？你给不给？不许动！不许动！停手来！想复辟资本主义吗？哼，历史的车轮必将把你们碾得粉身碎骨。
Thank you.